李昇基7日惊喜宣布结婚，在社群上传手写信公开这个喜讯。他透露已经求婚成功，就连婚礼日期都曝光啦。手写信一开头就先跟大家问好，逗趣的先说，今年有很多事需要用长文来跟大家分享，不过今天是好消息，他做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，要跟认爱一年多的女友李多盈结婚，还甜蜜的说两人要从恋人关系变成夫妻身份。他坦诚已经向女方求婚，李多盈也答应了，虽然没有多透露求婚细节，已经被他的霸气手写信填翻。宣告喜讯的同时也公开了结婚日期，两人将在4月7日举办婚礼。虽然他们彼此都经历了不同的负面风波，不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要一起走入人生下一个阶段。他的发文曝光后，粉丝纷纷有路祝福，希望李昇基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啊。